谢弟妹救命之恩，都是一家人了，快别这么说。没想到这下毒害人的是条蜈蚣精，弟妹呀，你连妖精都能打跑，你好厉害！我，哎呀，怎么了？我肚子疼，恐怕要生了。姐姐，那快点进屋去。天上文曲星，人间状元郎，今日是你投胎之日，快去吧。是。文曲星转世了，是不是可以收服白蛇了？当日我被青白二蛇打成重伤，多亏大师大发慈悲相救，白蛇实在是太猖狂了，端午节害死许仙，扰乱地府，求大师为民除害啊。你说的是实情，我自然会去收服他。弟子白素贞为我而洗世礼，求此护身符佛前开光，求佛祖保佑我儿平安健康。姐姐，怎么不见许公子啊？奇怪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阿弥陀佛，老衲乃金山寺住持方丈，法海。法海禅师，我先走了。幻海无边，请问施主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找我娘子。你娘子白素贞是一条修炼千年的白蛇精，小青是青蛇精，此二妖害你不浅呐！你有一道记忆被封印，待我替你解开吧。娘子，先起来喝口茶吧。白素贞在端午节那天喝下雄黄酒，现出原形，将你吓死。你应该知道，蛇怕雄黄。对，对，蛇怕雄黄，蛇怕雄黄。我不想死里骗我的，我不相信那是蛇妖，我现在去问他。哎，许相公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就乖乖地待在这里，那青白二蛇就会来找你了。到时候，法海禅师一定会让他们现出原形。你们原来想逼我害他们？就算是妖，也是好妖，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走光了，官人到底去哪了？姐姐，去那边再找找看吧。官人，是娘子，许公子，官人，娘子。
官人，公子，官人，公子，官人，公子，官人，干嘛？弟子白素贞，楼上的男子是我家官人，我现在要和他回去。区区一条白蛇，妄想与人相配，我劝你赶快离开，否则叫你原形毕现。你口吐妄言！大师姐姐，我求您高抬贵手，就放了我家官人吧。人就是人，妖就是妖，无需多言，出去。你们竟敢动手！白蛇，你们就死了这条性命吧，你们也有栽在我手里的一天，这就是报应。二人千年道行，实属不易，你若再不走，我就收了你们。法海，你到底放不放人？要再不放人，就淹你金山寺。大胆妖孽，我今日就收了你，免得你再危害人间。这可是你逼我的。Thank you.
姐姐。什么事？对不起，官人，我无意欺骗你，我本是峨眉山上一条小白蛇，一千年前我不幸被人捕获，是你救了我。我救了你？那是你的前世，在集市上买下我，再到山中放生，一千年后我修成人形来找你报恩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害了你受这么多的苦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官人，我水漫金山，触犯了天条，早该有此劫。不不，我叫你放了素贞，你听到没有？我不管他是不是妖，我不要他管我们的前世。你说有什么我们能为你做的？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不能陪伴四林的身边，不能看着他长大。姐姐，我现在只能把他托付给你了。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我会待他如亲生儿子一样，我要吃饱穿好，会把他的命，他的命我的命还要重要，就算我死，我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他。你真是大恩大德，素贞永世难忘。白素贞水漫金山，害死无辜众人，我现要将她压在雷峰塔下。你们今生孽缘已尽，切勿执迷不悟。白素贞，从今日起，你就在此修行，不可私自出塔。20年后，文曲星高中状元，自会救你出塔。否则，西湖水干，雷峰塔倒，方可出世。滴滴